主料，菜花350克，辅料葱5克，姜5克，干辣椒5克，每集鲜15毫升，花生油25毫升，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菜花洗净掰成小块，入水中焯水至八成熟，盛出备用。热锅下油，先放入少许葱姜炝锅，再放入菜花和干辣椒翻炒一分钟，再加入美极鲜翻炒均匀，盖转中火焖两分钟关火。盛盘，烹饪技巧，美极鲜是一种提味酱油，不用再加盐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